11月21日，董石渊晒出一组美照，照片中的他身穿黑白拼接毛衣，搭配黑色裤子和运动鞋，看起来十分有范儿。董石渊妆容精致，皮肤白皙，十分美丽。网友纷纷留言道：“短发超好，你只有18岁吗，璇姐？好看的人长发短发都好看，璇姐还是这么美，不过瘦了很多。”据悉，到目前为止，高云翔的案件依旧没有尘埃落定，而董璇目前也正在努力工作。高云翔打的官司这几个月中，董璇时常带女儿去澳洲陪伴老公，甚至租房常住，也是十分贴心了。不过两岁多的小酒窝并没有受到太多影响，性格依旧开朗自来熟，见到陌生人也不会害羞，而且有时还会主动搭讪和缓和尴尬的气氛，很快就能和别人打成一片。不管这个案子最终如何发展，最无辜的就是董璇了，一边工作一边还要带孩子，真的是一位伟大的妻子和母亲。希望未来高云翔能够好好善待他呀，毕竟他付出了这么多，真的非常不容易。